俊子，你现在在哪呢？我是在想你。爸爸妈妈，我要长大，走遍天下，报效国家。爸爸妈妈，我已长大，嘻嘻刷刷。我不知道被带走许娟的人，你们是否也有父母？如果你们也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你们家里面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吗？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思念，虽然时间过得并不是很长，但是对她的担心已经让这个妈妈眼角流下了眼泪。我家女儿也没有搬出屋，你们凭什么带我家女儿？你们还有逮捕证吗？我家女儿犯什么错误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要放我家女儿出来，我十分担心我家女儿，我现在身体也不好一个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，我要长大，走遍天下，报效国家。爸爸妈妈，我已长大，嘻嘻刷刷。不会有人笑话，因为我还会勇敢地往上爬。我不是，我是你弱不禁风。